欠我很多呢，啊，无算了你的，文凯了你的，你搁要拼啥？算你的，拜三甲你收钱。你看你搁要拼啥物落？里面有菜单，你可以看一下你要什么，或是你平常可以看直播，大概想要什么东西，然后直接跟他讲，小编会回复你。好，小编就是马文妹，还有就是他老婆这个，都穿溜冰鞋的马文妹。你没本钱掉，那你还这样子一直哀哀叫。料理的你都没听，啊不，无料理的你都没听。两边都在福利标，哪两边？燕聪不是休息了吗？难不成是士官长？我还没有按赞的朋友，记得帮我们按赞一下哦哈。一直餐餐叫，我一顿下礼拜拿给你。好啦，驾虎驾虎爱立雪咯。对啊，脸书是啊，脸书的小编是他们，就他自己啊。都是马尾妹在回的、啊。微博的直播他对位，你是说跟谁比？跟肥肥比那还好。张嘴，文凯哥可是快60岁了，我记得啦，他说他快60岁。哎，那最后有卖掉吗？有呢，这是5份都卖掉了。啊，问一下吼。好啦，文凯，你快60，你可以当我爸了。因为我妈60岁啊。可以，我讲吼，我只注意看卖以后袂来伊，要收一份，来咯。好，收一份。哦，有收一份是不是？哇，动作也太快了吧。啊，我你讲来，500。下面收个无看。哦，多地搞出来，一个500，来一个500。我是说如果文凯30岁的话，我大概才8岁。好，哎，来等我一下，好，来五百。鲑鱼你要整500，系无？鲑鱼500，你敢要食？鲑鱼500，你算即马加减拢处理啦吼，500块，系无？嘛是无吼，鲑鱼500嘛是无吼，啊，唔无我你今日奖金啊咧，来啦，给我啦，安尼500啦，
一分五百，袂当紧啊。哥，你食要紧咧。你再去做客。买啦。好啦，我问一下，这边要吃无？可以用啊，是去的。五百块，好要好来。无伊要收啊。好来五百，爱无白要爱无。好来五百来，好来。好啦，啊你要来五百啦，你无你平时咧好来，啊才五百块。没有六十，快六十。哦，现在不是说你快六十。可以最好吃的五百，可能是五十八或五十九。最好吃的五百，你要吃无五百块？可以，我最好吃的五百，你要吃无五百块？五百，无要来，好来，我叫我剩一个人尔，好来，无叫我带处理嘛，处理了，我讲来，好来，啊，这人吼，带好过来吼，带好过唔无，哎，一包卖你包哦，买一包我送你一包哦，你才敢坐，包好多啊，他们两个是在比耐力的，靠背啊，弄啊，耐力赛，你遐用啊咧神哦，用手神，用手神，来，哎，唔弄啊啦，买啊带好过无，来包好多。哎不，我提安尼，你嘛要提安尼，来八号锅。今五锅我这个提。好来，八号锅你要吃不？要不要吃菜好贵？真正做早餐做暗餐，我先吃一点无啊。好，八号锅，哎不，八号两个人尔，无啊吼，我剩两个人尔。好来，好来，迄落我吃的啦，海菜一百块，你要吃海菜？你要吃海菜无？海菜一百，无吼，海菜一百，你要吃不？海菜，好来，我去来把你烫干。我讲来啦吼，老姨。咱讲真个啦，头拄仔拢无等着生鱼啊，吼等啊济我无等着生鱼啊，你等伊绝对爱拜天公的。话咱讲真个，一定爱做回来的。话咱讲真个啦，我讲后面剩不到二十箱了啦，剩十几箱。卖过三百，无五块。它有一些是空的，我讲来话，像那边都是这个是空的，那这个里面没东西。鲈鱼啊，好来，卖过两百，卖过八箱，三百两，一百块来多，剩大概十五箱左右。然后那个拜天公、拜阿公、拜个天。卖不完那么多，对啊，因为今天早上没有很好。哦，等于吹来一百块，不太好卖。要吃无？还好中间的时候卖的蛮顺。一百块，没有在边啊，十块来。我讲来吼，今天其实也还算那个节后啊。哦，猪灯猪尾打针，比赛打针。哦，猪灯猪尾啦吼，两个人。礼拜三是清明节嘛？八号，今天还算节后。可能要下个礼拜。大家东西才会慢慢吃完。我上一碗冰较厉害，一百块，爱无？就是还不错啦，我觉得大叔的厂其实生意都还蛮稳定。这两包啦，哦，你要吃无？两包呢？就算不好也不会太差。一包二十四粒，啊，一包十二粒，两包二十四粒，还三百两百，百五，一百块就好了，一百块，爱无？价格上，晚上话吼，口袋会破洞。好来，来又来嘞，啊，问一下吼，要食鲑鱼无？我问你一下准啦，好啊，来讲真嘞啦，鲑鱼好不好？白带鱼，白带鱼，水的，还是外？来喽。哎呀，没有天天过年的，我觉得这样已经很不错啦，卖蛮多。你讲唔知咧，我要买啥啊？台湾公司咧，你有什么喜欢的，你们先讲好了。啊，不要有喜欢就收了啦。哦，这边够讲啊，吼。差不多剩五分之一、六分之一而已啦，这样已经很好了。来，那个比哪里？哎，今天天气真的超好的嘞，太阳很大。三爷啊，那叫三爷啊，四爷。我这阵啊未上多啦，哦，三爷啊。现在五十兰的饮料杯怎么变成这一种的、啊？我觉得这样比较不好看、欸。啊，真空包，原本透明的比较好看。台湾啊，台湾，你卖上功夫啦，真正的就好啊，做起盐酥来，真就做好吃啊，三百块，这两杯三百，你无得买啊，两杯三百你就无得买啊，四杯三百，那不要你三百好啊，三百块，来吧，来三百，来三百，台湾，台湾。你相信我，今天好热。三爷啊，我等我卖上济鱼啊，就是这种的。咱讲真的啊，他卖的我卖了比算的贵多济。啊，三百块，还小只啦，好来，好来，啊，我问你哦，来，尾鱼塘啊，对啊，最近都没有。来，好，你来三爷啊不？三爷啊，你要吃不？那个尾鱼塘都赔钱。三爷啊，你要爱不？三百就对啦，爱不？赶快我来讲来吼，为什么我要收缩掉啊？哦，三百块，其实我跟你讲，两尾卖三百就行情啊啦。我安尼就是行情，一斤四百几块物件嘛，还三百就对啦，三百块，三个啊，还是没有哈、哦，没有就是下班了，好不好？反正讲这好，校长打钟讲下班啊，下课啊，干啥呢？校长打钟嘛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好来。来，我讲来，你讲上盖一句话，好，校长打招呼。想喝五十兰，对，夏天就是要喝五十兰的四季青。好，来，我进来，我来。五十兰我就只有喝四季青，跟那个偶尔会喝真奶，偶尔。面来了哈，你看下面还有吹啊，你看下面没啊？你看下面，因为下面热电吹没通啊。那家伙不靠边话噻，我来讲啊，好来，你看下
虾饼你们吃吗？黑椒虾饼一包300，一包200，好不好？两包400，两包300，好不好？哎，100块多啦，100块啦，100块不卖啊？没吃虾饼无？黑椒虾饼100块。没有大阿公那么扯吧？哦，黑椒虾饼无？啊，真正的好吃啊，虾仁饼。无哦，来。好，来，红茶拿铁，对啊，红茶拿铁，真奶，四季，干贝酥啦，好不好？五十啊，我大概就喝这三种而已。干贝酥一包10粒，两包20粒，哦，300200，我就三个都好。哪有维糖都赔钱卖的呢？等用的，真的赔钱的那一种。300200百块，收进来的钱比给出去的钱百块还少。你们真无？100块。我知你吃啥，我知你吃啥，我知你吃素食的，难讲真嘞。哎呀，等你阿爸未成，我就成功啊！真的，真的，你吃素食的，好难讲真。真的赔啊！不然你还卖卖看，给你料理耶。无哦，好来，我甲放咧旁边，啊，这嘛甲收起好啊。哦，这个吃无吃？哦，吃无吃？爱滴人吃。哦，西洋鱼爱吃饱，真的啦。西洋鱼爱吃饱哩。哎，对啊。好来，后面这句我没听过。孙树德跳出来，南宫金的啦，树德大哥跳出来，你想到红树德老师，南宫金的好啦，哦，爱叫老师，未使叫大哥，好，台语小，好来，啊，鲑鱼啦，要加小小的无啦，阿妈你要食鲑鱼无？真正的啦，没有够新的呢，敢要爱？对啊，就卖很少，啊，那个是赔钱的，晚上话，那个卖越多赔越多，啊，真正晚上话，怎么会这鲑鱼？不是啊，啊，什么叫鲑鱼哦？夜晚红红，好看哦。你夜肉红红，无啥物好看，一块500，两块500，一斤300-400。